你吗？你多我给你车。我家有行车记录器，这台有行车记录器耶。你说你搞到，你说你搞到。啊，主机啊，唔，啊无你啊，真正落车就好啊嘛。落车落车。啊，你啊登叫车嘛。落车落车。废话多。废话。恁家主机废话，破个三楼废话，太大所在，唔知地伫咧火。什么？啊、你报警，你敢报？你敢报？我有叫你吗？你我给你车。我家哦，行车记录器，这台有行车记录器耶。你说你搞到，你说你搞到。啊，主机也唔报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开唔车我来讲啊，司机看到谁啊？我屁哦，不错，我记得着无？无。啊，无你啊，真正落车就好啊嘛。落车落车。啊，你啊登叫车嘛。落车落车。废话遐多。废话。恁家主机废话，破个三楼废话。讲了伊啊！敢是512号，还是300几号？人拢来讲了伊啊！两个主机，人来讲了伊啊！人来讲了伊啊！太大所在，唔知地伫咧火。你什么？报警！你敢报？你敢报？我要治你，要报警创啊！我该紧该做到位啊！我哎，你讲啊！我无爱在说啊！这你该讲啊！你该讲，你是报。你有付车钱，我就未报；无付车钱，我报警尔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无咧看这人爽啊！乘客若搭乘计程车蓄意不支付车资，可能涉嫌刑法339条诈欺罪嫌。